算了，豁出去吧。就是专门用手铐迷奸未成年少女的手铐之狼见吧。哼，还真狼狈啊！我怎么把自己困在这里啊？天俊，天俊，天俊，意外吗？前女友。仲天琪，如果你不是来祝福我的，请你出去。天琪，我跟姚若需要你的祝福。想要嫁给我大哥，你就先找到我吧。他们是一家人，我就变成外人，外人退出是应该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像夏之星那样大大方方的祝福你？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人生，我为什么不能替你感到开心呢？与其让三个人痛苦，不如我潇洒一点退出，至少你和大哥是幸福的。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。夏之星，谢谢你陪我度过最难熬的失恋第一天，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妈，差点忘了把 Queen Mary 带走，把项链带回去，就当作是我的祝福吧。妈，Queen Mary 失踪这么久，那老头子一定急死了。算了，豁出去吧。三哥。
哎，接我线报。干什么？子珍，你就是专门用手铐迷奸未成年少女的手铐之狼。啊？这就是证物。我不是，你们抓错人了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啊？这种什么霉运？一天被铐三次。走，夏志信，你醒醒啊！夏志信，你醒醒啊！我真的不是什么手铐之狼，而且我跟那女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我知道你没有关系，你跟她是非熟识的诱奸关系。啊，我不是啊。阿信，阿信，你醒醒，阿信。那好吧，那你总可以让我打个电话通知我的家人，证明我的清白吧。